很简单呢，就一个阿嬷就把那个窗户关起来，我就说阿嬷可以请你帮我把窗户打开吗？阿嬷说没有没有，我走我去走。职业来说笑，我们今天请到这两位，我们今天请到两位空姐来被我们采访，空空哦，空空，作为我们第一集职业来说笑的来宾职业啊，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因为我也很期待。他什么废话了？进入我们的职业访谈 ，Tea, Coffee or Me？ 那我们先让他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了。好，我先 ，Hello， 大家好，我是伊莎贝拉，我是Hello， 我是 Grace， 我是他妈妈。那我相信大家肯定很好奇，空姐这个职业，有些人他梦想是什么，或者是他在打飞机有遇到一些 OK 或者是一些趣事，他是趣事还是有趣？有趣的事呢？那我们等等就请两位 Grace 跟伊莎贝拉分享一下他们当空姐的过程。那先问你们一下，你们为什么要当空姐呢？请。伊莎贝拉开始。哦，其实我也是阴错阳差，就是学校毕业不知道要干什么，然后大家就一团嘛，约约那个去考考看，对，来考考看，很开心的，对，就是毕业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哇，不错不错。嗯，那是从小的梦想，我就是觉得应该我以后会长得很漂亮。以前是真的很漂亮，然后长得又高，那我就从小又爱玩，所以我觉得出国。度假，大概就空姐这个行业是最适合我的，所以我就从小就想当空姐，就我还没有毕业哦，就已经开始准备，还没毕业就考上，所以毕业就直接先去当空姐。哇，好，那先聊一聊我们在当空姐的趣事，还有一些 OK 的事情。那先从你开始分享故事一下。那我先讲趣事，好，趣事。一开始是讲有趣事，我也不太好。那先讲有趣的，有趣的好吗？我们从一开始生老病死。生啊，他直接讲老。老的时候我在讲病死。那现在讲老，那我就讲一对阿公阿妈打击的趣事好了。就是你知道以前在我们那个年代，你要学英文是很难的。尤其是年纪大的人，所以他们在搭飞机的时候呢，通常往往会把他们所学的特殊技能跑出来。那一天呢，我记得我在送餐，那天的餐点呢刚好有鸡跟鱼。那个我就走到阿公阿妈旁边，我就说，阿公阿妈，我今天有皮亚很肥吧？那你们讲对情况？那因为我想说阿公阿妈都会讲台语嘛，可是阿公就回答我说 ，Don't understand。我想说，对，然后我就想说，他是不是听不懂台语？我就再讲一次，我就说我们今天的主菜呢是鸡跟鱼，请问你们喜欢哪一种呢？那阿公就给我爬一个灯哦，爬灯。我想说阿公一直跟我讲英文，想必他应该是听不懂国语或台语，因为我们国际线来说都是很多中转旅客，比如说越南啊、香港啊那些旅客，所以我就跟阿公说 ，OK， today our meal have fish or chicken, which one would you prefer？没想到阿公就转头跟旁边的妈说：“你公给那我们要不给吧？你们想被拒绝？我给妈换啦。”对，没有阿妈回答说：“能换青菜啦。”阿公就转过头跟我讲 ：“Whatever， 两样都要。”对，那当下我听了之后呢，我很想笑，但是我不能笑出来，因为我们公司有训练我们专业的技术。你以为光是他就花了十分钟吗？超级三分钟，他后面还问饮料，好，因为两百多人要混。真的，其实空服员真的是要耐心啊，耐心受也是没错。急性子，当然我们也很想这样参加，拜。太阳好像是老人家搭飞机比较多趣事。哎，对。我上次也是听到一个很好笑的，就是在飞机上就好像载到他，一个空服员载到他阿伯，二伯，他就远远看到二伯在那边哦，然后他就从前面飞机头要走到中间的时候就说啊你背，然后一靠近就发现不是然后他就很机灵，我就说你背你告上上上，他在给他。比较内心还要很机灵，对，真的应变力要很强，没错没错。就像那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坐飞机起飞的时候，我们都是要检查你们的安全带啊，或者是那个叫
window 去那个窗户要打开啊，一些安全的东西。那时候我被叫起飞的时候，我就赶快要做安全检查。那做安全检查呢，就一个阿嬷就把那个窗户关起来，我就说阿嬷可以请你帮我把窗户打开吗？阿嬷说没有没有，我头我晕了。外面风真的很大，对。那这个时候，其实安全检查说时间真的很短，因为我们要给机长 OK sign， 他才可以就是起飞。对，那这时候呢，我们要很技巧性的把这个话题带过去，然后劝他赶快把窗户打开。对，就是这样子。哦，对。那你们听说还有器官捐赠的事情？哦、对，这个其实因为我不太清楚是什么法规。那有一阵子啊，我们从台湾就是会在一些捐赠的器官到国外去。那一天呢，我就突然间收到这个指令，那人家送了一个保利龙盒上来。好，保利龙盒上来呢，我们那时候我还是小小的副座舱长，我就必须要负责把这个东西冰到的冰箱里面，因为它要保冷保冰。对，那我们事务长呢就告诉我，就说等一下，我要看一下那个眼角膜，我们是再到那个眼角膜。他就说我要看一下这个眼角膜长怎样。对，他打开了一看，马上关掉。我说学姐怎么了？他说他是一个眼角膜没错，重点是他是动机。我们那个学姐真的很搞笑，到最后长到很高，其实眼角膜的第一个你也看不到，然后第二个其实他就可能就是薄薄的一片，根本没有眼珠。对，就是那时候其实学姐讲这样，我吓到，我都不知道。你吗？我想说，哎，他中间有一根手指头在那边给他看，维持他的灵活。对，其实那时候我是有一股冲动想要确认他的东西也是动上面还是动下面。还蛮好笑的。其实传统古人真的还蛮真的趣味很多了。但是就像你说去世也是有趣事，真的有人在飞上去世的事情。对，那我是有碰过，就是需要就是在那个台风天啊，常常都是对，可能没有办法，那个流浪没有风太大，没办法下降在台湾，然后你就转降，对，必须要转降到别的地方去，然后要到香港去，香港已经停满了，因为只要台湾有边，我周边就会停满很多没办法降落台湾的，香港停满了，可是飞上的油都是固定的嘛，它会耗掉，所以它就必须要再加油，所以它就跑去马尼拉，就是菲律宾。他到那边的时候呢，下飞机，其实从美国回来都飞了34个小时。嗯，然后对他们又吃完饭之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过，就中间已经大概坐了4个小时了。那有很多人他是下肢就不循环嘛，所以他一起来就直接嘣倒在那个走廊哦，然后走到了飞上的走道，然后就倒在一群医院。很幸运呢，真的，因为我需要护理背景，他倒在边，然后看到我死，我是不是要去救他了？因为 Grace 有护理的背景，所以机上有完全不需要我开伤，但飞上也是会广播啦。如果真的有人生病了，就会广播说，飞上里面有医生背景。乘客，那这时候就会一大堆人哦，就是我的老公是医生啊，我的邻居、我的朋友啊，我的谁是医生都来，就是医生本人没来，没上飞机，所以就会很多人想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现在普遍就是都会有飞机，都会有医生，对，都会很多人。那我是真的看过一个有到临床的，就是他回家过世哦，然后他是美国回来。然后家人就为他买多冷箱，让他空嘛。啊，家人就在经济舱，那个经济舱很空，空到一个人可以躺一条，一人可以躺一条，所以他就叫他的那个爸爸移到那边躺一躺，跟他们比较近，所以他们吃饱饭还可以去摸摸他。就吃饱饭去摸他的时候，太冰了嘛。对，是才起飞第一段餐吃完而已，超过30分钟了。然后还好有医生宣布说，已经给他死亡证明，所以不需宣判那些不用急救了。所以我也没有遇到需要急救的。哦，然后也是还好他没有死在我那个舱子。我们在舱上忙，那个没空去摸他，真的。那会就疏子嘛，疏忽这个职责，所以还好，真的。所以其实生老病死也都会碰到。那还有。还可以讲那个啊，我们常在聊明星啊。哦，在啦，其实明星其实也蛮多的，可是因为有碍于哈，这个是无法公布，对，无法，真的是可以私讯，我可以写小纸条，可以密我。到底是谁啊？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美籍吧，我在讲一男一女哦。好，那我先讲女的。那他呢，就是。飞美国去，那时候刚好参加你的婚礼，然后我就赶快赶回来去飞 LA。那飞的时候呢，因为参加婚礼嘛，就已经很累，他自己就随便带了一些饮食，我们通常都是会自己去买一些东西带上机。那这个
女星呢，她竟然为了一根香蕉，一根香蕉，没吃过，克诉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我的第一次克诉就毁在这个女星上面。那这根香蕉呢，更气的是怎样？这个还不是公司的香蕉，是我自己买的这根香蕉，是因为她觉得我私藏的这一根香蕉。我前为了吃那一根，就为了头等舱，为了一根香蕉，一根香蕉克诉我。对，那这个其实我也蛮委屈的。事后我也想说，以后其实啊，我们那个厨房 Gary Pop 的东西，我们自己的东西还是要收好。签名字。那另外一个男星呢，是最近刚优质恋男，优质渣男啊，我不能说优质偶像，偶像，对啊，就是优质偶像啊、哦，他也是劣质，好像变劣质了。要剪掉。对，他就是通常呢，我们在客人 night fly 的时候，我们都会互相骂，就是然后看到客人啊，可能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踢被子我就会去帮他盖被子，就是他抖一下，我就会帮他盖毛毯。都在一起，对。那那一天呢，我就寻到头等舱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哎，这位其实我对他也很有敬仰，我想要他那么帅，好好哦，我就静静的一看看到他是把棉被盖到头上，盖都盖起来了，偏偏对，偏偏，然后我就这样慢慢的扫过他优美的身躯之后，发现，雷踩到雷了，这样子讲，好刚好哎、啊，他就骨头没有骨脚啦，他应该盖脚，不应该盖头，瞬间就瓦解了，对他的印象，对，因为我是有点像流浪汉，没有洗脚，上半身不会超帅，下半身流浪。真的让我觉得，哎、欸，其实明星也并不是说哈，就是小事没的。当然了、啊，对啊，他们要把上半身、上半身顾好，很辛苦，下半身没烦恼。哇，你说我也要爆雷，爆雷啊！爆一下，爆一下。我也是，这个没有大牌都不讲的、我们这个也是超大牌。哦、对，很会唱歌，有一阵子是没看过的。对，那他正红的时候啊，他就有在飞机上。跟他助理上来，跟他亲戚人啊、上飞机，我很差。然后我们当时看到就很开心啊。然后学姐呢，就把整个组员的名字加上明信片，两个麻烦文贤都可以。然后呢，他就说，他就正在看报纸或者在做什么事。他说，你可以看到我站吗？态度这么高傲，骄傲。对。后来呢，学姐就默默全部把他收走。然后他经纪人发现不妥，因为这样子好像有点有损他的形象。对对对。他没多久，他就赶快就下去跟那个做他的讲，对，跟他说，哎、欸，他现在有空了，可以帮你的签名。他说你没看到我在忙吗？以前知道凡事其人之身啊。好。然后他就默默的就走，这件事情就没有，就是从此大家都知道，哇，这位明星就是有点大。确实啊，但是也有很和善的。对啊，之后他就不敢哦，之后完全不敢。之后好像第一趟这样之后，马上就会在流传在我们的空服员的圈子里面。哦，对啊。然后他之后再搭飞机就不敢。因为他知道他的餐点是在你手上，没有，没有，我们不会啊，我们不会，我们不会，我们都是很正派的，对，没错，我们不恶劣，好精彩哦，对啊，意犹未尽吧，我觉得很谢谢，其实还有蛮多，对啊，因为我们被几年，你看我们的脸就知道了，我才六年而已，我跟杨东飞了一二十年，哦，对啊，其实故事很多。但是因为我们都当妈了嘛，记忆力也衰退了，能记住的不多。还好啦，其实真的，你说每个工作都有他的辛苦，对。那你要当空服员，你具备的一定是要是第一记忆力应对，然后你的那个要反应啊，所以空服不做好多行业真的很容易啊，都需要找我们这样子的就是客服的人员，所以客诉不留。应该是这么说的，其实空服员出去不怕找不到工作，上山下海砍柴烧饭，砍柴烧水煮饭，洗衣服什么都没错。而且我们是一个人当两个人用，女人当男人用，没有不行的。哇，谢谢谢谢。我们有一个先度瑞拉，在中间没办法，你就知道我们忍耐力有多强，完全没有发火，没有在飞机上就忍受，因为很多小孩在地上爬来爬去，然后尖叫。对。你还没有遇过有小朋友钻到餐车里面的，一头把它抓出来，把一头的门关起来，都没有退路，他就直接从那边，他捏了端餐的伙食就飞出去给他吃了吗？没错。好，那谢谢我们两位空姐 Isabella 跟 Grace 来帮我们分享每个人的就坐越久，分享故事越精彩。第一个分享开场，你当小哥，支持我们的双下巴，还不要错过我任何一支影片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